OK， 大家好，我大炮啊，今天给兄弟们解说的比赛的话，是我们第一宁波城刘家族刘李的一个500万的一个宁波城的一个哈，对面的话下山的神啊，对面也是以前的那个农工，看过我视频的也懂啊，对面这个号的话也是对吧，青花瓷的一个号，颜值也特别高，也是百万级别的一个什么宁，据说的话对面也是更新了一个地厅啊，地厅的话反正我们没有看过，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能不能看到啊，两边的话是一个百万级的一个法系号打一个几百万，就是一个100万的法系号打几百万的一个物理号，因为我觉得剑会单挑赛这个东西的话法系还是有优势一些，因为法系毕竟是一个群秒的一个门派，每一回合都可以秒，就宁波城的话就不见得每一回合都能输出，因为他要起状态什么的，好吧，我们来看一下两边的一个打法，棺材翻的话跟对面的话都不是墨迹的人，都不出那个丢无魂的宝宝，对吧，就要打对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关键翻的话是来了一个体系的一个阵容，就是打法系通用的两个法术繁育的宝宝配合一个给自己加伤害的一个魔镜技法，关键翻的话飞机伤害也挺高啊，法系作为传统法系来说的话，魔丸寨啊、龙宫啊、神明啊都是比较怕这种法术繁育的宝宝，对吧，血又多又秒不动，他前面这个宝宝应该是有高级毒啊，左金涛前面几回合都在左金涛，对面宝宝前面宝宝运气可以啊，宝宝好像有神佑的几率比较高啊，对面出来一个限定技法，可以看得到啊，关键翻尼莫神伤害还是非常高啊，应该也是一个全力的一个属性。OK， 金涛打过之后，滥勇的话伤害就不高了，兄弟们。对面加先力，还有金涛，5000一刀，没有起真君啊，伤害是高的呀。这起真君出个暴击，刀刀得破万啊，兄弟们。啊，对面很聪明，先秦三叠来清掉观战番的一个加魔镜激发的一个宝宝，可惜壁垒击破没有跟啊。对面这一回合是有一点点小贪心啊，导致这个魔镜击发没有清掉，好吧，就这两个壁垒击破跟的话，这个魔镜击发就要死，就不神就要死，哎，对面有一点点小贪心， OK， 对面下回要小心一点了，观战番出来一个瞬击的一个力劈，那下回的话是有一个力劈啊， OK， 继续清清三叠，清小孩还差一丝丝，又没跟，真的，哎呦，这两把魔镜激发没有死啊，亏的有点大啊，对面，而且这边有一个瞬击的力劈要过来了，兄弟，这力劈伤害高啊，我跟你说，看一下劈人还是劈小孩啊，是我的话就劈小孩了，哎，为什么不用力劈呢，关键翻出顺法，秒的也痛啊，宝宝也神一拳，那他这个宝宝是没有力劈吗，他这个宝宝是没有力劈吗，兄弟们，为什么不会力劈呢，对面这一把群秒打开节奏了，好吧，残三面前面有个顺法，顺法是非常容易被清掉的，就所以说的话两边其实又是一个五五开的一个局了，关键翻再换金鸡必杀，不知道是个什么宝宝，应该三攻队伍的话应该都是那种伤害非常高的呀，比赛一次三回合，哪边赢哪边输还不知道，我跟兄弟们说一下，他这种纯力劈，就这种纯纯的杀人力劈啊，我跟你说，要么首发带，要么就不要带，就因为他招出来会耽误自己的一个输出时间，就你刚刚一个力劈1700，你一个滥勇差不多也是1700，就没有什么意义，就一定要那种瞬击力劈就好用一些，拉出来先来一刀瞬击，对吧，下一回合再来一刀力劈，就哎呦，对面有地听了，
十四回合，产生面最慢的单位换了一个谛听。我们来看一下谛听的话，法系谛听都是高速谛听啊。那这个谛听出手的话，关照半两个宝宝最起码站不住，对吧？关照半下，看一下有没有虚弥啊？哎，这个伤害的话，两千多的话，应该是有虚弥的呀。有虚弥吗，兄弟们？你们说这个谛听有虚弥吗？就这伤害的话，秒个六百多的话，四百多的话，你们说这谛听有虚弥吗？看不太出来啊。这谛听速度的话，应该是有个一千速带高敏吧。反正这个谛听出的没有亏啊，把关键翻的两个宝宝给清掉了，一个宝宝换两个宝宝就不亏啊。关键翻还有两个宝宝，对面还有四个宝宝。这个时候看对面的九转多不多了，好吧。关键翻再换啊，换顺法也不怕，就是一把冲个 拉死，打出对面幺六三。我感觉对面这一把要赢啊，兄弟们！我觉得对面输了，除非是没有九转了。我觉得有九转都输不了了。出来一个丢无魂的宝宝了，一把飞机，看一下对面宝宝剩几个。OK， 那我感觉对面要被锁脖了。对面这个配速比尼莫森要快一些。哎呀，还好，还好，左边这个宝宝神佑了。左边这个宝宝没有神佑的话，拉自己都拉不起来。哎呦，卷出了观战番的一个神佑，他后面宝宝是一速啊，赶紧出宝宝，出了个龟速了。我来看一下宁波神有几个九转啊，看哪边九转，这个时候就是拼哪边的九转更多一些了，没花招了，看对面九转多还是观战番九转多了。对面九转应该也不多了，宝宝贴自己，就宝宝贴自己的话，一般来说的话九转就不多了。哎，难用，贴都贴死了，直接贴死，兄弟们。壁垒没打死，哎，是不是对面没九转了呀，兄弟们？哦，有九转啊。哎呦，打出1163，又来一把163。兄弟们可以看到啊，对面这个后面这个宝宝是拉不起。哎呀，对面起了个混元伞，好聪明，把关键翻反弹给弹死了。OK， 那对面拉自己拉不起来了，后面这个宝宝比尼泊神快，拉起来尼泊神先出手，就这一回能不能贴住？贴不住，拉起来拉不起来，锁脖了，兄弟。哎，这尼泊神居然不锁脖，我操！他居然不点对面飞，对面神木林比龟速快，再出一把手，哎呦，晕住，但是不晕道具，再贴住，哎，那下回没有护盾了，灭死，哎呦，差一点啊，兄弟们，好吧，比赛还是很精彩的，喜欢炮哥解说的，我们下期我们再见。